要来深入了解，你不一定要做结师，你不一定要接受结师，但是这是你翻身的一个机会，你要不要来了解看看？那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当别人生命中的贵人。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希望，找到自己不一样的生命，那我们是不是大胆的去好好的分享我们身边每一个我们关心的人？还是我们嘴巴拉上不要讲？一定要分享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如林在这里也是因为这两年的时间，公司给我太多太多的第一次，我非常非常的感恩。感恩结师公司让我的人生重新看到希望，重新在这里找到我人生的梦想。我唯一要的不是只有金钱，我要的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我虽然是女生，但是我也希望光宗耀祖。所以在公司有很多男生希望光宗耀祖，那我在这里也希望光宗耀祖。我相信我们在这里可以一起来这里创造我们生命的奇迹。好，祝福大家能够在这里一起打拼，一起创造你人生的奇迹。谢谢。